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王禅老祖，太极天龙，万圣之主，不过七霄地。上界仙果，慈悲名师，护我七上帝。所以他女儿今年参加全国高考。100名呢，他只有得到第六名而已。很虔诚，他这个孩子，他一个四天参加我们大专生，也在那边学习，了解到易经了。因为父母就是文昌嘛，有没有文昌就看父母爻，那么没有父母爻，卦中没有问题，多拜祖先。多念佛，多拜佛，所以神佛为文昌星，叫做文昌帝君。所以高考了，我就很恭喜他，这个也是一个正道。父母爻就是文昌星。再下来呢，兄弟爻。我们在世间上，兄弟爻是劫财，劫财星。兄弟是讲义气，讲义气。若是你的命里面兄弟爻满盘，你在世间上，你做事业，做事业很有能力。而且呢。那么交友广阔，但是钱存不了。昨天我们一位师姐，师父他儿子，想要再创业，怎么样？我什么时候生的？风烛中伏啊！你这个孩子很旺，但是没有财，也没有库，前辈子。当老板当过了，这一辈子就是要当伙计，上班就好，不要想做事业。那么我们师姐她说：“哎呀，她做了好多次的事业都失败，我做下去永远失败。不是我们屈服于命，而是要知命。你不知命，天下没有办法太平。”因为今天。我的小舅子，嫁女儿了嘛，最小在我们易经风水学院，的教务处，我们的主任呢，这个他也今天订婚了嘛，订婚的时候他，舅舅呢，问我说，师父，你看下一届，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女总统会出来？什么女总统会出来？我说这个女总统的命我还没有看到呢，若是看到了，我会告诉她，她就是台湾的新的女总统，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，为什么？你人的命是天机，你天机没有显现，随便讲。所以在每次选举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来猜来猜去，猜来猜去，而造成社会的很多怨念。有如最近的政争，同样的，若是不知命的话，蹦蹦跳，到时候呢，自己，没有立场，跳到黑暗的洞里面也不好，这就是要我们知命嘛。
一要用易经作为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无明迈向光明。哦，所以这兄弟爻的朋友们同修们，你们最好要做事业，等到你易经全部懂了之后你再来做吧，不然十做九拜，还没有拜那一位呢也怎么差不多半条命了啦。我印证很多嘛，我印证三十几年，我那么多的十方善信大德，我们要知命，你知命自己的一生才会太平。那么即使你知道命不好那怎么办啊？命不好，天底下每个人命都是好命，只是你不知道自己路怎么走。你知道的话，你就可以自己要转命，要转运，不要被命转或者被运转啊。所以很多算命的大师们或者说地理师们说我可以帮你改命改运，胡说八道啊。常常碰到信徒呢，师父啊，我有圣命先生算我的命，把这命改了就好了。废话，你一部六口车，你挂着面子的马库会变成宾士的好车子吗？不可能，还是个火车嘛。啊，这个就迷信，没有智慧，就不知命了啦。那么怎么样改变自己的命运啊？你就从这本七十二天书啊，七十二天书加持世界和平法轮的报告去了解啊。比如啊，我们今天有讲到，昨天讲到了天理天师啊，现在我们要讲天空天师，天空后天空天师啊，啊，云无中万里无云啊，见佛性见佛机啊，佛顶佛眼啊，佛眼慈祥应心潮啊，正道见性刹那间。所以各位同修，天空后天空天师的命的人啊，天啊，从天龙后卦中无财，叫是无财啊，但是文昌星旺相时候啊，那么这四爻应爻，父母爻处事卦中无财啊，官鬼爻官运又有官星啊，就他乡一游那你就去好好去重塑公务员就好了嘛，好好读书。若是我们的孩子啊，你他的命排起来，命卦排起来天龙后，你就很了解，哎呀，我出生一个大文学家了，不是大企业家，你从大文学家里面可以找到财富啊，从教育里面的啊比较勤俭省吃俭用你可以找到财富，就是知命嘛。
你知命天下就会太平。虽然现在社会上世界这个命全世界都平等了，分裂为64种的命，但是细分起来384种小分裂，在个细分裂84000个细分裂，在更微细的分裂24亿6400个分裂。所以人在世间上，你要知自己的命，你要知道自己的本卦，命中若有自然有，命中若无莫强求。若要大富与大贵，唯从积善和重德。那么你怎么积善？那么若是你天风或的命卦的人，这是你的改变命运的一把手，就是易药。改变命运一把手呢，天风天师呢，云无遮啊，万里无云见佛机，就是要修行啦，好好修行，好好念佛，才有智慧啦。啊，佛言慈祥应心潮，就是要我们去修行啊，正道见性刹那间。你一直念这个，去悟里面的道理。你念多了，多念，念熟了，就当为你的自己的天师。这天风天师，72天师的前天风天师，你一直念天风天师，他这个本来的能量，每个人本来的心灵灵魂世界的能量，你在天上界这一生来到世间凡尘界，你要了解到做四七句，当为你的四七句，你就能够啊，以后人生走到最后那一刹那，你会见性，刹那之间啪下，我悟了，我就见性了，成佛。最要紧是成佛，不一定说我很有财产很多钱你才能成佛。好多好多在台湾的习惯，你有很多钱，结果死了抬不出去的一大堆，嘿嘿，很多哎，啊，只有你在那边官司告赢了，你才能抬出去入土为安呢，啊，不然啊，手脚冰冰了，孩子在家里，孩子吵了很热，啊，子女告了很热，发热，你睡在冰箱里面一直冻下去，你也莫可奈何哎，啊，你也灵魂一直去，又没有身体，可以打一巴掌给子女，也没有办法啊，在那边干着急。在那边无奈的太多太多了嘞，所以我曾经修改了有一家祖堂，啊，原来啊，这个父母啊，啊，很有钱，啊，很有钱呢，但是死了之后呢，抬不出去，啊，子女们为这个财产的问题告了好多年，一个姻缘呢，来求老祖。老祖才告诉他们，你的风水错了，祖先祖堂的风水错了，而且你盖的虽然很好，但是违背了风水法则，所以这个必须要告，你告不完了，赶快改。好了，老祖告诉他用风水的法则，啊，改了之后呢，很快的抬出去了，入土为安，啊，他的子女们。变成非常和谐了，子女们好像以前发生的事情没有那回事，所以可见王禅老祖妙法普世间。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是世界和平的灯塔，是世界人类安顿身和心的灯塔。啊，有行了易经风水学，然后
印证为无形的法界蒙熏，万里无云见佛迹。见佛迹是什么？佛的足迹啊，佛的足迹呢啊，就是我们智慧的根源在哪里，我们佛性在哪里。所以各位，当下你们有啊天龙后卦的命的同学们，你们不妨把这个当作你的啊祭文啊，这有如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口其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同样的道理，你好好轻松，你一定会明心见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天水送的命，天水天师大慈悲了，不忍众生苦难受，甘露天降啊，骗，这个啊，这通天机啊，对不起，我眼睛回回了，甘露天降通天机，化解众怒，明天师，天水送就是一生，啊，天水送的命卦。你就是兄弟爻处事的人，兄弟爻是讲义气的人，天水送，好，阿银在天水上多增送的，你卦中兄弟爻处事，好争也好斗，所以各位同学们，你们命卦里面都是天水送的，你们要注意，你要转变你一把锁，命运的一把锁，啊，你就不妨自己多勤练这首祭文，啊，天水天师大慈悲，唤醒自己的觉性，天水天师大慈悲，不忍众生啊苦难受。这讲义气的人，好，那再来，你的甘露天降通天机。好了，化解众怒，明天师。各位同学们，若是你的命卦里面啊，这个天七煞天师、天水天师，这是我们的指导灵，我们每个人的指导灵。原来你在世间上充满的各种财不聚，一生多增送，那既然你知道增送多了，你会生孩子生儿女，但是你不了解儿女来到世间上会怎么样的受苦。若是没有悟的话啊，你就是众生。所以天水天师，啊，天水天师呢，啊，就是我们众生，自己就是众生，自己的我们的行为就是众生，不忍众生苦难受，所以你有你的天师，你的指导灵，天水天师。
啊，你念他的书，啊，我们的指导灵会在我们心中开发出来，然后呢，你会了解到自己的一生的过程。那么你时时念着这四句偈，四句偈的时候，啊，你的命运可以自我改变。你到处求神，可以求；你到处去算命，你可以去算。但命无命可算，因缘果报；运无运可论，行功立德。就是要修行，相无相可相，相由心生，心怎么生？你要心就是你的天心，天心是你的心。啊，八百六十四卦，个人占有一卦，天界占有一个空间的卦象，占有一个空间它的能量，你有一位。遍满虚空法界的自己的天师啊，天水命卦了，你就天水送的命卦了，你就是有天水天师，他是你的最高指导灵。那么早上起来，你可以面向东方，合掌念你自己命卦的天师，可以请你自己命卦的天师。而你这样呢，渐渐的，你自己的体质会改变，你的思想会改变，你的能量会改变，并不是说，哎呀，我现在什么吃什么营养品会改变，不可能。人的细胞有多少兆的细胞？你一瓶什么补酒？什么药就能改变体质吗？不可能。能改变体质的就是毒药才能改变体质，吃了马上全部坏掉啊，农药才能改变体质，其他不可能改变体质。除了你有什么病找医生啊，把你不好的部位的体质把你修正了，只要专业医生才有办法帮我们。那么从自己的身体，你自己的身体，你要来自己掌握自己这个躯壳的身体，你一定要请你自己的天师。你自己的天师你不请，你要靠其他的外物啊，这个就是有为法，梦幻泡影。所以各位同学们，三餐要吃饭，好事要做，心念要正，啊，多念佛，多修行以外，你自己的天师，七十二天师，你要自己请。你这，否认了你自己本质、本能、真气的存在，那你怎么改变你的人生呢？所以今天啊，讲这两个卦。给各位作为来学道，多参多正多悟，祝福各位。